啊，我的伤害比我的伤害可能跟佣兵差不多吧。我怎么觉得这么像？哪一关停滞啊？啊，狼啊！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狼啊！哦，你小心那个大跳啊，他那个他的震踏很危险。是 bug 吗？没有没有，跳走了，熊跳走了，又。是那两只都追他，超抠的。哎、欸，你趁机打熊啊！趁机打熊，把他拉走。把熊拉走，把熊拉走。杨哥，我丢！他冲过去，冲过去。杨哥，我正常啊，他们会一起冲啊。不要跟狂，带你们去。杨哥，我酒醉，不要他们去打。对、欸、他这个扇形会不会太大了一点？他这个扇形兵，他这扇形兵大的有点夸张啊。会犯的血。我就说啊，哇，丝丝中奖啊！哇，我好需要中间。他跟小 B 要阵亡了。哇，需要中间的。你们加油吧！想说阿青不，没有啊，想说阿青不敢，不会害你们，结果啊，抽到停滞。哎、欸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们是有跟那个什么唯你唯一一起打是不是？没有、啊，没有吗？打张鬼畜啊，鬼畜妹。你也没办法、啊，把他们他也出去打了，他出去打那个这边那个唯一的。那个唯一蛮会打的，他只是随便拿什么装备就打 ，OK。冲了那个三星兵，你又用无敌机跑走吧。欸、刺客有无敌技吗？好像不是看我喽。刺客。这个停滞啊！试炼了。我还有，我好惨，我去。请你不要过来。我在刚刚放补上哦。我力有，还有卡力，很正常，这个停滞就是这么的，不是一就是零，停滞就是不是二就是一就是零。他的扇形兵这么大、啊。那这样玩别的职业打要打要躲这个扇形兵会很恐怖。不信你等下出来跟我拿一千金好不好？这样先躲啦，以躲为主。这样为主啊。两个啊。有呢。我跳，你就一千金丢工厂就好了。对哈、哦，我直接丢工厂哎。冲了。鬼啊！算了，他跳。你是不是很断线？哦，还是哦，看错了，不是看我了，丢进去喽。好，啊，反正我现在反正我现在恐很晕啊，胃痛很晕了，我好想去吃东西。左手，他会集气，你看他左手一起，手左手举起来，这边集气就是三星兵。看到那个、哦。我告诉你啊，左手一挥起来的时候靠近他就可以了、啊。反正就是对，就像这样，有没有？三井兵，基本上你就躲在他屁股输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还好，要突然转头嗝屁，好不好？突然转头，他两手不是会合并吗？就是合拍的是吗？那下很痛哎，起来开张压顶啊，背吧，超痛的啊。攻进去我没有合到，不想合，真的超不好合的，自提的耳环哦、啊。那项链呢？他耳环，像他有说项链耳环啊。靠背，我靠，我这要放补剂。我的这个也是自提耶。好，狼追我的样子哦，狼追我，顶的。
一下一下要提的，一下推荐被看到了。好了，这游戏太困难了。要不是我这个账号是绑虚妹哦，那真讨厌。没有啊，卖了也不值钱，好不好？我这个账号又不值钱，卖个屁啊！卖，我也绑虚妹啊。我就是当初就是不想卖，我才绑虚妹，好不好？啊，反正又没有花钱，没有花什么钱。干嘛卖的够贵？等到你有黑暗，啊、黑暗我是你哈、啊，阿俊吗？不是，超了。看完挂一个啊！我没有密宝运，所以我很少去抽，我都不会去买密宝。厉害！看完先不要起来了，先不要起来了。还继续吗？先不要起来了。哇，我还有啊！在一起我两个都看小 V 啊！哎、欸，走了，分开，去打灰熊。他的仇恨太高了，没办法，你们只能趁他们分开的时候赶紧扁他。对啊，需要我起来吗？要、欸、分开了。你们剩一次的就不要起来。我爬起来才剩一次。有的时候他接那个。他把你沉默之后，然后跑过来用那一招，真的很恐怖，连躲都没办法躲。通了。实实在在跳灰熊，那个回旋踢会沉默。我那个，他是扇形兵是距离变长了，有那还好。是